So for today's episode, which is about Che Style Xingyi Quan, we've come to this abandoned factory just outside of Taigu, which they've converted into a martial arts school. And I haven't got any specific names lined up, it's just going to be a whole bunch of people, and so we're going to talk to them, they're going to show us their Che Style Xingyi, and hopefully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the style's all about. Yes,
Step up.不需要那么多，大少爷，不用。
So starting from far away and then coming into close range. Close range uses. Jesus. Wow, just use 肘打. This low board. This low board, I tell you. It's a fong. This low. Oh, sorry. This low. 好,你要跟你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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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摔法了，它的摔法就是很大。对，来擒拿，这是真真的心意擒拿。对啊，对啊，哦哦，就是擒拿，你还可以家里哦。对，靠，这个就是靠，这个就是肩靠，对，这就是劈拳嘛，它就不管什么拳，啊，它要从这么几个手，嗯，要踢。踢打摔打，kicking striking chin and throwing， 架梁踢架梁，这是个大梁啊，架梁哦，架起来防梁的这个，他这个要有前提，嗯，要把这个手松到里头。哦 ，right， 这 do that application， 这是这个，你要是这个手在这儿，这个手在这儿，你要忍着它远远的往这儿走，要拉窄了的话，就是这效果。勾腿，对，勾腿，对，这就是这个 chicken wing， 勾腿真的是喜庆的那个动作。哎，那这个一个圈出来了，他怎么也能打，这儿也能打，这儿也能打，是不是？哎，就分你招，突然就分你招。他如果是想自己想破，自己想封，什么都能打。如果他想封你挡你，怎么说 ？Right, so try and defend yourself. 对，哎呦呦呦呦呦呦！小心小心小心！哦，对吧？本身一抓，你看你我进来了，这一就展开，然后一放，还有三个球啊！我是听懂了，我意思是这个。知道，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对，形意拳厉害就在这里。他不是动，他这样一招，马上就这就刺了你了，知道吗？我不刺，你看，他就一捏住二龙戏珠。嗯，然后二龙戏珠啊。我一看，这就上来了。这是抓头，哎，这个是，这有点红心，有点红心的这个意思。哎，对，这样一在这儿，哎，在这儿，上下，这样。不是你刚才你的这个动作那个，你必须贴身。哪个？一个就刚才你那个动作，必须得贴身。你现在他那个就比较刷不出来。啊，你是说就比如说拳，就是摆拳是吧？就这种。这个必须贴身。必须贴身，这个力气大。那反而不退。完全不退，必须贴实啊！就是这个，哦，一放力唰就出去了，必须得贴，必须敢贴，再圈了个腹，这个也不得，也还是高啊！所以你反复就是，啊，就反复，前一拳就是贴身定了，啊，必须这个时候不能退，